原来玫瑰跟野兽也可以让幸福被爱的蒲公英。妈妈，玫瑰代言什么？玫瑰就是美女与野兽。美女与野兽，还是喜欢。兽王子并不是像他自己表现出来的那样骄傲又没有礼貌。我明天就换上这件洋装，让他知道我原谅他，也愿意跟他做朋友。但是你有一颗温暖的心，总是对我特别有耐心。